骑士精神女骑士遭撞能帮撑伞等救援，忙着替受伤倒地的女骑士撑伞，这名热心男子西装笔挺蹲在路边，安全帽都来不及摘。谁说台湾人都自扫门前雪？昨天早上高雄市的一场车祸就让人见到浓浓的人情味。28岁保险业务员林一宏昨天骑车上班时，看见对向车道有名36岁王姓女骑士遭车子撞上，当场被撞飞，倒在马路上无法动弹。他立刻发挥骑士精神，不但赶紧打电话报案，害怕受伤女骑士被烈日晒，贴心的撑着伞守候，直到救护车和警方到场，还帮忙向警方叙述事发经过。另外一名路过的林姓女子和一对遛狗夫妻也过来帮忙指挥交通，直到救护人员将女骑士送医。就听到撞击声，过来看人有没有怎样。送医后经治疗，女骑士左腿骨折、脊椎撞伤，并无生命危险。热心的林一宏表示，见人有难要伸手援助，不要让社会越来越冷漠。多路过国海线，一定弄到你脚踝下过来。至于疑似抢快以致违规左转撞到女骑士的诚信驾驶，虽无酒驾，但仍被警方带回。动新闻，好心有好报，报道。